各位观众大家好，又到咗我哋讲人讲事嘅时候啦。今日年廿八要点啊？洗邋遢，所以我哋今日咧就系以洗邋遢作为我哋嘅主题。讲人讲事里面咧，第一单嘢我哋要讲隐世市集啊！隐世市集喺银城商场嗰度咧，咁而家警方咧就去搜到佢啦。前两日嘅时候，咁啊检获嘅一啲煽动嘅书籍啦，咁啊拘捕咗六个人。咁大家都知道，当年证言会咧就有举报过嘅，但系警方喺嗰阵时就可能因为事忙啦，同埋安排嘅情况之下，咁就冇去即系去呢一个搜查呢一个隐世市集嘅。咁而家隐世市集咧，唔系啊，有噶，阿 Sir， 我要补充翻喺呢度吓，我一阵要澄清下。你讲啊，诶，交俾你阿 Sky， 你讲先。今日 A 君同埋 Sky 啊，系，请讲。系，大家好啊，其实咧。据举报嘅时候咧，警方咧系有接到呢一单案件嘅，但系咧唔系冇处理，系因为要搜证需时啊。好多人都觉得，点解唔即刻拉佢？咁你都要搜集咗啲证据，一网打尽噶嘛。而家咪就系一网打尽成擒嘅时候咯。唔好以为咁容易啊，唔系咁容易噶。你都要将一件案件真系要搜集晒所有证据、所有物品，系需要一段好长时间，又要。跟踪某一啲人，要攞晒好多资料，跟住再攞埋手令，最后要齐晒呢啲嘢，我哋咪可以出动拉人咯。所以有时你大家咧，唔啲市民好希望大家明白，警察做嘢唔系即时就做到，有人举报，我哋一定系接咗呢条 case 咧，就一定会会查落去嘅。咁到而家查啦，查到真系收晒证据就拉人，因为我哋好希望咧，去到咧 prosecutor 即系律政署嗰度咧，系直接可以上到庭，唔会有任何差错，一定要绳之以法，呢个系我哋即系警方最想做嘅嘢，所以我哋少少都唔能够遗漏，所以真系要需时，真系搜证系要需时噶，希望大家市民明白我哋警方嘅做法咯，呢个系我想讲翻嘅，交翻俾大家 Sir。多谢 Sky 嘅解释。咁我咧就好清，即系而家終於了解到咧，其實唔係冇做嘢，係要搜證，同埋嘅時候咧係好肯定。咦，掂啦，咁我哋先至做嘢嘅。啊，咁啊多謝警方嘅，即係呢個咁辛勞啦。咁我哋睇到咧呢一個隱世市集咧，其實 A 君就好開心嘅。咁因為年廿八洗邋遢啊嘛，咁呢一單邋遢梗係要洗啦，係咪先 ？A 君耶，咁我知 A 君要講嘢啦，咁啊交俾 A 君先 ，A 君係。系嗱呢一单嘢啊，相信大家都有听过下啦 ，A 君都略 B 翻大家咁样样啦。咁呢单嘢咧，总共咧就塌咗六条友仔啊。咁呢六条友仔咧就涉嫌咧违反啊，就系咧作出咗啊呢个具煽动嘅意图嘅作为罪啦咁样样。咁咧就当中咧就包括咗啊，哇呢个创办人，创办人咧系做啲反啊我哋咧政府嘅网媒啊。咁呢个反政府网媒咧就叫做 Free Hong Kong Media 啊 ，Free Hong Kong Media。咁啊，入边咧嗰个啊扮记者嘅假牧师，即系假记者假牧师啦，啊嘅一个姜牧师啊，人称啊，同埋咧就系涉嫌啦、制作啦，同埋咧出售啊煽报书籍啊嘅档主夫妇啊，咁啊一共拉咗六条友啦。咁啊，今次国安处啦，好似头先阿 Sky 讲开啊，系咧将喇叭咗断到正一正啊。点解啊？43本抹黑同埋咧煽动仇恨嘅特区政府啊，同埋咧抹黑警方嘅黑暴书籍啊。咁呢个呢 A 君呢都相信呢应点解会係立到咁正呢A 君呢都萬分相信其实事前有人做咗嘢嘅警方嗰边就应该係立咗啲书籍或者买嗰啲书籍啦。然之后呢就睇下里面嘅内容够唔够料去砌够料去砌就嚼你啦嘛係咪。好啦咁除咗啲书籍之外呢其实有好多呢都喺度玩緊杂界嘅一啲煽动嘅嘢㗎。包括咗呢就係啲 T 恤啦。整日羊村嘅 T 恤喺度啊大家知咩事啦嗰本羊村咪就係呃細路嗰班咩言语治疗师嗰啲人搞嗰啲嘢囉。好啦仲有啦有个呢嘅 T 恤呢就整个安心出行红马啊本来好似冇乜嘢啊点知下面要写咗武汉喎大家点解大家明白啦。当然啦仲有大量啦搞啦啊带住啲猪嘴啊咩带住把枝啊等等等等等等等嗰啲嘢啦呢啲杂架嘢嘅咁就唔知道但係连埋嗰43本啦呢个呢黑布书行啊咁就真係断到正一正啦。嗱好啦拉咗啊嗰六条粉人啦咁就18岁到62岁啦嗱呢啲就真係要开佢名啦。嗱，嗰个咧被称为啦姜牧师又莫乜鬼嘢师啊，唉，好啦，嗱，姜牧师啊是被称嗰个啦，全名姜家伟，全名姜家伟，31岁。嗱，仲有另外一条友咧，就叫做龙哥啊，龙乜嘢哥啊，好照样开埋你名啦，李龙贤，
李龙贤啊，咁又咧52岁，唉，52岁个脑笋都未生埋啊。不过原来仲有件脑笋未生埋啊。咁又叫做邓湛棠啊，62岁，仲有个咧叫做陈尚恩48岁，汪雪琴18岁，同埋咧叫做李凤仪啊21岁啊。嗱、啊，好啦，咁啊特登咧要提咧呢个咧姜牧师啊，同埋嗰条龙哥啊，即系嗰条虫仔啦，系啦，呢、這个姓姜嘅，同埋咧嗰条虫咧，咁啊巧立名目咁样咧，整啲乜嘢啊？抗真光环、哦，要整啲啊，咁就咧就成物啊，咁就喺度啦博眼球啦，咁就咧系咁啊反政府啊博升温咁啦。至于嗰个咧咩虫哥啊，嗰条龙哥啊，咁啊黑布啊后期咧就成立咗佢叫影衰咪啊嘅一个咧集团啦，咁咧就喺网络上面咧就专门整下呢个影衰咪杂货店啊，宣传啲产品啊，咁咧就系咧系咁卖紧啦啲啊毒毒嘅嘢啊，餐布嘅嘢啊，等等等等啦、啊，咁啊所以咧警方咧咁就啊终于咧就做嘢啦，咁咧就亦都啊有个资料就显示啦，呢、這个所谓隐世市集咧，咁最近咧就搞下呢个咧新年市集喎、哦，咁咧就喺旧年啊10月2号起咧就开始招募档主啊，同埋进行寄卖嘅活动啦，计划搞到几时咧？竟然啊想搞到今年啊嘅30号啊，今个月嘅30号啊，咁啊牵涉到咧，哈！真係斷到正一正啊！乜鬼嘢咧？有幾條啊立法會啊嘅啊黃仁議員啊，包括咗啊大家睇佢前面爭佢後面啊成碌嘢咁嘅個，要6尺4啊！啊嗱，你衰多鑊啦，6尺4。嗱，仲有啊，另外一件啊，李君，李君前係前立法會議員，前係冇錯，唔係立法會議員。O、okay, K， 你衰多鑊啊，6尺4。嗱，仲有啦，前立法會議員。這個、呢个咧胡桃智慧啊，啊同埋咧揾一分啊会考得一分嗰个啊尹兆坚啊，系啊，我依家仲唱紧你啊，你吹啊，啊好啦，咁啊即系咧粒粒屎咧就讲晒出嚟啦，交翻俾大家啊。系咁 ，A 君真系顽皮啦吓，唔好咁曳啦，系咪先？即系唔好揭人隐私啦。O、okay? K， 好，虽然洗邋遢啫，我哋将床下底系咪啊 ，sofa 底啲嘢全部扫晒出嚟。咁啊，即系乾乾淨淨曬啦！嗱，記住喎，勤打掃，年28洗邋遢。咁點樣洗邋遢呢？嗱，今年嘅洗邋遢，相信大家都有睇，即係有關即係一啲吉時係幾時啦，係咪啊？咁我哋咧，其實洗邋遢呢個時候就過曬吉時噶啦。咁咧夜晚黑嘅時候，相信大家用個丁香水啊、碌柚葉啊沖涼噶啦，因為吉時咧夜晚黑9点到11点。咁啊，大家沖完涼之後，梗係好好地睇下我哋嘅。啊，讲理财同埋大卫 Sir 嘅讲人讲事啦，系咪啊？咁呢个系非常之好嘅。嗱，最重要嘅含义系咩咧？就系除惰性，去恶习啊！咁希望咧嚟紧新嘅一年咧，我哋就即系官员里面咧就更加勤力，系咪啊？勤勤力力，洗多啲太平地，咁咧去除一啲咧恶习，咁啊最重要嘅，同埋最紧要咧就系迎接翻啲福禄啊！咁迎接福禄咧，咩叫迎接福禄？就系话，即系我哋希望香港咧就和平好多啦，系咪？咁大家知道啦，何君尧议员就琴日就系成为呢一个政协委员啊，咁我哋啊非常之开心。咁呢一样嘢咧就系即系大家勤力就自然会有回报噶啦。咁呢样嘢大家睇到，咁所以嘅时候咧，我都希望咧喺嚟紧嘅呢一个癸卯年。就可以呢一班人咧，就真系小息匿迹，大家逐渐回复翻正常。我亦都睇到咧，好多嘅一啲本来系黄人咧，就好似有啲迷途知返啦。咁嗰啲系轻症嚟嘅，轻症嚟嘅。譬如好似睇到 K 姐啊，同佢嘅仔仔啊嘅关系重新再融合啦，系咪啊？亦都系做咗点讲啊？嫲嫲系咪啊？系啊，做咗嫲嫲嘅，冇错。做咗嫲嫲，唔系婆婆啊吓，咁呢一个系非常值得开心嘅事啦。咁佢个孙就已经系好似系个几月定系几大咧吓，唔系好记得，真系抱歉吓，因为实在事情太忙啊，冇详细问过添。咁但系嘅时候，我觉得一家阿 Sir 有啲老母系咪啊？系有啲老母啊，因为太多嘢。调理下，调理下。系，我多谢你啊。OK， 你再咁讲嗰阵时，我啲网友被调理下啲老母。OK， 好得。我真的讲不下去 ,OK, 好嗱大概是这样啦，咁所以嘅时候就祝大家身体健康先，咁乾乾淨淨迎新春，咁癸卯年呢就希望大家就身体健康啦，因为今日是一个非常特别嘅日子嚟嘅，咁多谢大家。咁好啦，跟住呢我要讲另外一单洗邋遢嘅嘢喎，係咪呀，係咪呀，嗱
洗邋遢。翻身上系，我仲要再补充翻少少啊呢单嘢。你补充啊，系你系嗱就咁啊嗱，大家都听到啦，我哋讲啦吓，呢、這个咧系旺角嚟噶，竟然话旺角系隐世，黐线噶，旺角隐世。但嗱呢样咧 A 君睇见之后咧，即刻窒一窒，哇！啲黄人咧真系上脑噶、哦。喺佢哋认知中，佢话啊隐世啊呢度旺角点隐世啊？呢啲系掩耳盗铃，由头到尾佢哋都系一种心态嘅，明知道自己喺度犯紧法，然之后就话哦，我整本书话系阳村咪得咯，亦都明知道自己喺度伤人，知道喺度啊放紧火，但系话我哋做紧正义嘢啊嘛，一全部啊从呢个咁小动作之后自欺欺人。就是呢一班黃人嘅本色 啊！所以咧，仲有啊 A 君再睇啊嗰啲報道咁講啦，有啲咧就係話啊，我哋其實咧聽其他人講咧，今日咧就有警察到過嚟啦，但係我都唔係咁清楚啊，你問下呢度啲租幾多啦咁樣樣。一去到嘅時候咧，嗰班友仔咧個個都話唔係好清楚喎、啊，呢度短租定長租喎，唔知喎、啊。嗱、啊、呢啲咧。只有两种嘅啫 ，A 肃杀，成日有话齐上齐落，依家警方嚟到嘅时候，咁佢都话唔知咁、啊、样样，一系就点啊，咪嗰条线嗰啲咁咯，掩耳盗铃咯。不过咁咯，我想讲话两种心态都系同一类人，就系、是、黄人，大家睇清楚啦，黄人就系咁噶啦，口同你讲话咩齐上齐落啊，一齐抗争啊咁样样，然之后我哋去隐世市集啊，旺角都话隐世，出事嘅时候唔知你去拉佢啦，就系咁咯，交翻俾大家。嗱，咦，咁咪好似同啲人普通啲贼咁样，成日都话唔知啊，唔关我事啊嗰啲咁样咯，系嘛？啊，拉全到正都话唔知，唔关我事，个咧咁讲嘅咧，系嘛？个个都系咁讲噶啦。我仲有幸咧，喺前一晚咧都未被拉嘅时候咧，我就系零丁行过，竟然喺旺角咁多人嘅地方有间隐世市集，系咯，几有几隐世嗰个望一望入边，系咯，仲有啲人喺度唔知做紧咩啦吓，唔知售卖啲咩啊，我冇入去睇，点知第日俾人冚咗啦，唉，几开心啊！真系唔好阻住晒啲铺位啦，搞埋晒啲咁嘅嘢，幼稚啊！真系信都幼稚，啱唔啱啊？交翻俾大家。自欺欺人嘅一班咧，无耻之徒。唉，话叫咩牧师喎？哎呀，我插翻佢啦，即系点解叫隐世市集？因为冇人租俾佢啊嘛，咁啊唯有叫隐世市集咯，唔系叫咩啊？大家有睇翻？如果记忆中佢旧年有拍过条片，话搵到好多商场，跟住嘅时候搵到好多地方，但系唔知点解咧，到后来都冇人愿意租俾佢嘅。咁而家咧，咁系咯，犯法噶嘛，系咯。呢、這個咪先至係最主要嘅原因咯，所以佢根本由頭到尾都知道自己啲嘢犯法㗎，佢話唔知道，佢心知肚明啦，完全清楚㗎。啊，呢個係違反咗，同埋講埋曬啲咩名啊，咩影衰咪雜貨店，真係影衰咪嘢呢啲真係，講埋個名都衰過人啊嘛，唉，藏頭露尾咁樣嘅心態，好核突啊！不過黃人個個都係咁，係，而家洗咗就正啦。系啊，完全啊，真系咁啊！所以年廿八真系应该就讲呢啲新闻啦。冇错，所以其实系啊，好开心啊，大家都。所以我哋平时好少讲嘅，因为就等到年廿八同大家讲下，开心下啊嘛，系咪啊？即系香港嘅新气象噶啦，已经好啦。咁跟住嘅时候咧，我哋讲下一单啦，亦都系洗邋遢，就系、是、洗米华啦。啊，咁点解要讲咧？因为好多罪恨吓、啊，我睇到嗰阵时候我都真系呆咗一呆啊！哇，原来咁劲啊！唔怪之得啦嚇，咁、啊、我哋今次咧就見到其實即係成單案係我哋國家咧就非常之唔係應該澳門啦嚇、啊，非常之快手啦係嘛？咁周卓華就涉嫌黑社會啦、不法經營賭博啦、詐騙等罪成，就判囚18年嘅。OK， 咁呢一個情況咧，其實我哋等 A 君講一講個環境係點咧 ，A 君嚇、啊、，A 君。首先咧就第一橛咧就讲讲啊一啲
大家都可能會聽過，但係又唔知係乜嘢嘅玩法啦。總之叫倒底面喎、哦。咁啊，倒底面呢個玩法咧，就喺澳門啊回歸之前咧，就已經好普遍咁存在㗎啦。咁啊，行內人啊，甚至向法庭啊坦言咧，就話咧呢一個倒底面啊，係入職培訓嘅指定項目嚟喎、哦。哇，咁啊乜嘢叫倒底面咧？咁樣樣，原來咧就咁樣樣嘅，係啲客户啊，即係啲賭客啦嚇，佢以台面咧嘅賭住私客公光啊，成大十倍啊，啊有一至十倍啊吓，作为咧呢个咧赌台底嘅注码，咁啊向咧就系其他客户啦咁样样咧就对赌啊咁样样，即系换句说话咧，我可能喺台面嗰度咧赌啊10万咁样样，其实咧就背后咧就有人 mark 低啊，咁咧就话啊呢条友咧其实赌啊赌面就10万，其实咧台底啊就赌咗1000万噶，系嘛冇咁多嘅100万啦吓，咁样嘅交易噶。系啦，咁由于咧呢个玩法咧就盛行啦，咁据报咧就令到咧唔少内地嘅客啊，咁想赌得大嘅时候，但系又惊住咧攞太多现金等喺台度咧太过高调，咁啊亦都啦，当然啦，有啲人想谂住刀仔嘅大树啦，咁所以咧就好有需求嘅咁样样，咁啊亦都系啦，就由于就咁好运啦，兼且又可以啊。有息有息有收又成九出十三歸咁樣樣啦，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從事咧呢個行業嘅有背景嗰啲啦，我而家講緊嗱好啦，而且咧就賭啲底面咧都係咧客户咧即係賭客啦嚇，同埋啲搭馬仔之間咧私底下嘅口頭嘅協議嚟嘅，所以咧就變咗咧係幾難咧去斷正咁樣樣嘅，咁啊所以咧亦都係因為咁樣樣咧就搞到咧有唔少嘅從事呢個行業嘅人咧就會覺得咧風險就頗為低，嗱當然啦，佢哋覺得風險頗為低咧係 provide the debt。是追到數啊，咁所以咧，其實對佢哋嚟講咧，比較大嘅風險咧，就係對方咧輸咗之後就賴帳唔認數啦，咁啊出咁就亦都咧，因為咁咧就搞咗好多咧啲暴力事件啊、勒索事件啊、老人事件啊等等咧，都係為咗追數噶嚇。嗱好啦，咁啊要講翻今次咧牽涉到啊呢個賭底面啊嘅金額啦，哇睇完條數 A 君都嚇一嚇啦，竟然啊是去到8000多亿啊，冇错，你冇听错，是8000多亿啊，8000多亿是咩概念？香港一年 GDP 啊，大概20000多亿到啦，系啊，20000多亿噶咋，即系香港40%嘅 GDP 咁滞啊，即系换句说话，大家做嘢咧，做4个几5个月咧，咁就系咧佢呢单咧赌台赌底面案嘅牵涉嘅金额啦啊！咁亦都咧直接令到咧澳门政府咧少收咗啊82亿啊嘅博彩税啊，唉，所以咧你依家咧就喐紧啦，呢个澳门啊政府嗰度嘅收入，梗系要喐你啦，全世界都冇得去留守噶啦咁样样。咁啊洗米华点样断到正一正咧？嗱，通洗米华咧嗰阵上到庭嘅时候都话，我都唔赌嘅，赌嗰啲我唔系好识噶，嗱个个都系咁讲噶啦吓。咁啊，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如果佢真系咁烂赌嘅，点会挣到咁多钱啊？更何况佢本身嘅行业本身就系一个赌博啦。好啦，嗱咁啦，但系咧，点样断到正咧？就系喺咧佢嘅集团入边嘅 server 系揾到咧大量咧赌底面啊相关嘅教学文件啦。而个代号咧就系营运啊。唉，可想而知，倒底面啊，真系营运嘅一部分啦。咁所以咧，阿洗米华咧，今次咧点洗都好，米就洗到啦。但系呢单嘢就真系洗唔到啦。啊，交翻俾大家啊 ，A 君阵间仲有补充啊。嗯，咁我就讲少少啦。其实洗米华周翠华就讲我唔赌钱啦，赌台嘅嘢唔系太识啦。咁佢呢亦都有话喂只係靠一个 Excel 报表就可以指控229项罪名喎、哦。我唔知点解呢会变成犯罪集团或者黑社会。佢咁讲咁呢一样嘢咁大家知道啦。即係我就唔係法官，我就冇办法判断係正確定係唔係嘅。咁我哋睇到呢成个案件呢就係内地嘅浙江温州检察院。在当年11月26号以涉嫌开设赌场罪就批准逮捕。当年是21年啊。是21年啊 ,2021年啊当年。是啦。咁就批准就逮捕周翠华嘅。咁澳门司警第二日就即刻拘捕佢啦。同埋同案嘅11人。
咁今次判刑咧都系相当之重嘅，咁仲有要赔偿啦，系咪啊？咁根据资料显示咧，其实澳门警方咧就早于之前嘅一年几嘅时候，已经初步掌握咗嫌犯啊等涉嫌不法经营赌博嘅证据，而且咧对呢一个团伙咧就立案侦查。咁我亦都睇到内地有啲朋友对呢件事系非常之关心嘅。因为之前大家知道啦，吓，即系有唔少人就过去澳门嗰度咧，就进行赌博啊，同埋洗白白啊，洗白白唔系去桑拿浴室啊，系将啲钱洗白白。系啲钱好白晒。系啦，冇错啦，就系咁样样。咁其实咧睇到咧，就佢哋真系以澳门为基地嘅，咁喺菲律宾咧就架设一个咧非法网站网络咧就直播投注平台，透过咧直播嘅场景咧吸引内地居民啊为最主要嘅客源。咁啊，进行巨额网上嘅非法赌博，而且利用澳门嘅公司账号咧，透过地下钱庄咧转移不法所得嘅。咁今日咧就经过超过经过判案咧就系14小时嘅侦讯之后，咁澳门检察院就话啦，咁呢一单案系非常之严重嘅，而且咧尤其系考虑呢一啲罪案犯罪对澳门嘅博彩业嘅合法经营啊。同埋對澳門嘅金融秩序嘅穩定咧，產生嚴重嘅影響同埋衝擊。為咗防止相關嘅嫌犯逃脫咧，咁包括洗美華在內嘅五名嫌犯就需要羈押啦。咁我哋都睇到，其實西方而家咧晶片制裁咧，就將澳門又納入去，係咪啊？即係大家都係一個中國嘅原則之下，所以咧大家都係會受到西方嘅影響嘅。咁呢啲嘅時候將啲錢洗白啊，又或者係破坏我哋嘅经济或者金融秩序嘅话咧，我觉得系要受到重判嘅。咁 Sky 有咩睇法？我觉得罪有应得咯。其实搞咗咁多年，其实即系叫有咁耐风流，就真系有咁耐嘅系嘛切度啦，冇办法。因为你真系系啊，物心家虑，而家真系要入去啦。咁我听过，我听澳门咧，我之前有朋友讲话。香港嘅咪有啲咩減咩三分一嗰啲咧？澳門係冇噶，要坐足嘅。佢哋話俾我聽，係啊，咁咧就希望佢入邊咧就坐足啦嚇，因為真係害咗好多個人。我啲肯定相信咧，令到好事好多人都斷羽而歸嘅喺澳門。咁你諗下，又爭佢錢係嘛？殺羽而歸 ，sorry。系殺羽而歸，咁啊變咗累咗好多內地嘅人咧，就變咗啊要爭人錢啦。即係我見到呢啲，即係成支法咧，就當年好開心，年廿八又洗邋遢，又入埋啦，洗埋個囉柚啦，變咗。所以即係唔好睇佢表面好似好風光，啊佢啊梗係話自己唔賭錢嘅。正如我開嘅，梗係話自己唔賭啦，賣唔通賣白粉嘅自己又食咩？咁好戇居喎。如果自己賣自己食嘅話，咁咪即係俾翻佢。佢好聰明嘅，雖然佢係拍過一啲電影啦，亦都參與過一叫所謂嘅我哋愛國電影，佢有投資，咁又如何呢？唔好以為你做咗呢啲嘢，我哋就唔會追究你其他嘢。你犯法就即係犯法，所以今次做得好，喺過年前將佢洗埋邋遢。好，交翻俾大家。A 哥仲冇嘢補充啊？A 哥咧就要讲一讲咧呢个下半决啊，就系咧由呢个洗米华嘅出身开始再讲佢发达啊，以致咧需要乜嘢咁样样啦吓。咁啊头先大家都已经讲过好多啦吓。咁首先咧就讲个洗米华，1974年5月30日喺澳门出身啊，然之后啊20岁仔，94年啊，系讲 over 佢咁详尽噶嘛，未讲时辰啫，只不过讲埋啦。OK 好。等大家睇下有冇赌运啊嘛，系咪？嗱好啦，94年嘅时候啊，就已经系踏足啊呢个咧澳门嘅博彩业啊，最初咧就系咧做搭马仔出身啊。咁啊好啦，去到95年咧，就话成为咗佢啊其中一个咧人生啊嘅一个嘅转折点啦。開始踏入，點解為之轉折點呢？就係咧佢有個拜入咗咧一個人嘅門下，就係咧隻牙崩崩地嗰個阿區，係拜入咗嘅門下。好啦，跟住咧99年之後咧，隻牙崩咗嗰個阿區咧就被捕入獄啦。咁咧阿洗偉華咧就成日去探佢咧，就逐漸咧就得到咗咧阿崩咗隻牙嗰個阿區咧嘅睇重咗佢啦。咁啊簡單啲講句，即係換句説話，揾佢代勞啊，咁去經營下咧就喺倉以外嘅一啲嘅社團嘅業務嘅咁樣樣。咁啊所以亦都憑住呢樣嘢咧，就開始咧就好多嘅貴賓廳啊，以至咧管理咧貴賓嘅業務啊，等等等等啦，咁啊逐漸咧就成為咗啊所謂咧賭廳之王啊。
嗱，好啦，咁啊，亦都要 B 一 B 翻大家啦。澳門入邊咧就六個賭牌啦，一個賭牌咧就好多賭場嘅。咁一個賭場咧亦都有好多個賭廳嘅喎，而一個賭廳亦都有好多張賭台啊。嗱，即係啦，大家要分清賭牌、賭場、賭廳同埋賭台咁樣樣，真係好多個啊。咁、哎、嗱，這個、呢個咧，仲有電馬仔，使咩話咧？仲有電馬仔，系啦，我講嗰啲係賭場有嗰啲嘢嚟噶啦 ，Sir。係冇錯。嗱好啦，嗱仲有啦，咁啊，但係咧，阿洗米華竟然可以一個牌都冇啊，就可以做到咁多嘢，係點解咧？哎呀，就好似你阿 Sir 所講啦，就係咧互聯網啦，啊，點解啊有呢個啊網上嘅商機咧？就大家千祈唔好以為咧係做緊咩 e-commerce 啊，就啊頭先嗰個阿 Sir 所講下啦，啊啲互聯網嘅契機係點咧？原來咧洗米華啊係立咗咧呢一個嘅菲律賓同埋柬埔寨嘅網上賭博牌照喎、啊。咁咧就經過咧佢嗰個集團啦嘅網絡平台嘅，咁呢個咧就稱號稱啦嚇、啊，就係咧世界頂級亞洲最大嘅嘅網上平台啊，咁啊同一般嘅平台嚟講都好唔同噶，佢大量投資咗啊，亦都咧點解佢會做啊有咁多電影業啦？因為佢晨早啊已經用啊清高嘅攝影啊，咁佢拍低咧賭台入邊逐格傳送啊，令到咧喺啊上網睇嘅時候，簡直有一種現場感啊！咁所以咧就吸納咗啊唔少咧就唔能夠咧親身去到啊呢個賭廳嘅客户咧，就喺啊佢哋嘅感覺到舒服嘅地方嗰度咧，就去咧加入埋啊買翻鋪大細咁啦。咁啊因為咁樣樣啦，再加埋咧佢啊涉足埋其他咧都可以用到嚟咧將啲錢咧。變成白色嘅業務嘅現金業務啊，包括咗啲咩旅遊、餐飲啊、金融啊，啊以至唔知喺邊啲山卡拉地方度買賣房地產啊，等等等等嗰啲嘢啦。仲有汽車，亦都咧仲有汽車，買車啊，買車咁上下啦，好多啊，係啦係啦，係啊，各府城樣樣嘢加加埋埋咧，係就繼續派，係繼續。總之樣樣嘢加加埋埋咧，就江湖傳說身家過百億啊，唔係嘢少啊咁樣樣嘅。嗱好啦，咁就甚至乎咧就亦都咧佢發咗咧就接受訪問啦咁樣樣。咁佢甚至乎咧就仲會係講下咧就係一啲嘅跨境嘅網絡賭博平。咁樣咧，咁亦都話啦，啊，由於咧係唔受到地域限制嘅，咁咧就設有咧境外 server， 所以好安全嘅，咁樣樣去 sell 埋嘢添。咁啊，由啊，咁啊，點解咧？頭先阿常講到話牽涉到溫州咁樣樣咧，哦，原來就係咁嘅。咁啊，啲人咧就會係對啲 sales 啦，即係啊嗰啲啊搭馬嗰啲 sales 啦，咁就啲 sell 啲友仔咧就去參加咧呢個網絡平台，咁咧就係註冊帳戶之後咧，咁內地嘅賭客咧就可以啊呢個平台咧就睇到啊呢個菲律賓啊柬埔寨嗰啲地方咧嘅即場嘅視頻嘅，咁佢哋咧就會通過咧 app 咁落注啦，咁個 app 咧哇好威嘅喎 Sir， 睇有幾威啊！喺內地當然支援普通話啦，啊粵語啦。東北話啦，總之任何口音、任何方言，只要一樣嘢，你有錢就會有呢嗰啲嘅方言啊，以至口音嘅普通話出嚟噶啦。嗯，係啦。咁啊好啦，嗱咁啊跟住啦，咁就啊由於咁啊就發到乒呤白爛咁樣樣啦，啊咁啊亦都咧好似頭先阿 Sir 所講啦。做得內地嘅呢個賭嘅生意咧，咁就佢係做咗好多咧，亦都温州要喐佢，温州政府要喐佢咧，就係用喺內地啊搞佢，用佢嘅方法咧，用人仔結算啊。咁個平台咧就有好多內地唔同嘅方法啦，咩喺內地嘅銀行卡啊，再通過啲地下錢莊啊等等等等嘅方法咧，就將內地嘅資金咧。就輸出境外，所以咧就衰咗咧，就係頭先所講咧嗰啲嘅將錢咧就變成白色嘅一啲嘅牽涉到嘅罪行嘅咁樣樣，咁啊亦都啦就要將啲錢變成白色咧，就要整好多嘅行業啦，其中啊亦都有一啲影視嘅行業咁樣樣啦，咁啊影視行業就大家都知道就有好多。背后嘅嘢噶啦，嗱 A 君又系为咗要明哲保身，唔想喺维港海中心揾到自己啦吓，即系俾人揾到我自己啦。咁啊呢啲牵涉到啲唔同行业。
啲咩牽涉嘅錢銀活動咧 ，A 君就唔講啦。啊，總之就為咗自己嘅生命安全，講到呢度為止啦。咁多位施主，犀利啊，非常之不能説盡，否則緣分勢必早盡啊！咁多位施主，咁仲有一樣嘢咧，其實。我哋睇到周卓华最令人关注嘅就係佢嘅感情生活啦。但係佢嘅感情生活就不在我哋讨论嘅话题之下嘅，因为每个人嘅私生活佢都有自己嘅决定嘅。咁所以呢度就唔多讲啦。但係呢我哋自己睇到呢即係有关如果你係违咗法，咁尤其是一定要接受法律嘅制裁，咁呢个係必然嘅。咁喺度亦都奉劝咧，年廿八洗邋遢呢一个咁重要嘅日子咧，大家真系平平安安。嗱，记住要洗得干净啲，咁就得噶啦，系咪咁啊？啊，两位 ，OK， 系噶啦，系噶啦，嗱，即系扯咗呢个啦，咁啊，令到内地咧就资金流走嘅集团咧都冚咗个咧，咁啊对内地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尤其是 A 股一睇见，哇个数目8000多亿。老实讲，我一早知佢劲，但系未报之前，我都冇谂到咁劲。唉，真系要交翻俾大家再 discuss。系啊，尤其是你啲非法钱咧，真系谂唔到嘅，真系多到吓死人，真系。系，咁有咩补充啊？难怪咧，阿 Sir 要加多一句。我哋啲嗱正派投资祖师爷啊，咁有个祖师爷就去到啲外地考察嘅时候咧，佢去到当地咧，通第一条问题问当地人咧，你知唔知系问咩噶？问乜嘢？问咩？佢问。喺你哋呢个国家咧，做唔系？你喺你哋呢个国家咧，做边份生意系犯法噶？哦，咁特别。喂，咁问呢一句咩意思先？然之后咧，佢就揾其他地方做呢份生意系合法嘅去睇啊。哦，即系点咧？可唔可以详细下？算机喺盘，即系。中间做啲串联啦，讲完啦，真系。哦，明白明白，即系将即系例如你嗰度有咁样嘅例如好似喺呢个嘅某啲老美某啲州拍呢个嘅卡洛B，即系草啊，系犯法嘅。咁喺你嗰度系犯法啊嘛，隔篱嗰个唔犯法啊嘛，明唔明啊？明白。明白，所以就串联咗，将合法与犯唔合法就串联出嚟啦。所以系呢一个资讯时代，呢个其中一个途径啦，啊，或者系知道边啲系犯法嘅嘢，但系就你做紧嗰样嘢又唔系 exactly 嗰度，但系就疑似系嗰啲水喉射住咯。明白，完全知道。了解个状况啦，咁啊多谢。哎呀，话再讲落去真系缘分势必早尽啦，我都系要惊住啊，会又要喺维港海中心度，唔会嘅，自己所以唔讲啦，唔会嘅，一定会嘅。好，阿 Sky 有冇乜嘢补充？仲有冇？冇啦，补充你。咁我要讲多单洗邋遢，咁啊先至讲一讲，即系我哋嘅通关问题啦，系嘛？嗱，就系有47名嘅香港民主派啦，嗱，嗰班黑暴人士啦。咁啊，35+初选，咁本来咧有17名原定唔认罪嘅被告啦，咁其中有一名咧就叫做林景南啊，咁啊透过代表律师表示咧，将会改为认罪，并且可能录取证人嘅证供。嗱，唔认罪嘅被告咧就减至16人啦。2月6日咧就会正式开审，咁呢一单案我谂都会审得非常之耐噶啦，因为你45+，其实呢47个人。真係有排審咯，咁其實咧，我哋睇翻咧，即係呢一件事其實已經拖咗非常之耐嘅，2021年啦，到2023年，咁但係咧，大家放心，大部分人都喺即係裡面咧就不獲保釋嘅，咁包括頭先所講嘅6尺4啦，係咪啊？即係繼續喺裡面坐緊嘅，係有唔少人嘅，咁大家已經就嚟遺忘佢噶啦，咁相信大家睇到阿屈榮儀小姐寫咗篇文章啦，最好嘅做法就係遺忘佢，係咪啊？乜都唔记得，唉，你存在过咩？唔觉，无视佢咁啊，呢个系最好嘅，我自己个人感觉啊。咁其实咧，林景南系边位咧？咁啊，同大家讲下佢嘅背景啦。佢系阿宝泰生活百货嘅创办人。哦，阿变态系啦，呢一单嘢咧就我冇帮衬过啊，我都冇帮衬过吓，我唔知有冇朋友帮衬过咧。变态嘅，做乜帮衬佢啊？系啦。咁呢一个咧就好重要嘅，如果佢可以即系
认罪嘅话咧，我谂都系有好多嘢可以睇到噶啦。同埋咧，早啲搞掂佢，即系费事喺度拖啦，拖拖拉拉做乜啊？唔认罪，其实你都做过认咗罪，咁咪算咯，系咪？咁呢点咧，我系觉得咧系。即係佢認罪都係一件好事嚟嘅，係咪啊？起碼對於咧其他人嚟講咧，就可以作為一個榜樣。喂，唔好再拖啦，我哋快手啲將呢件事就完成咗佢。咁亦都睇到咧，即係當初呢一班人士咧，其實就已經咧係即係冇乜人理佢噶啦。咁大家知道啊，陳志全啦、啊，呢啲咧快咩快必慢必啊，嗰啲人咧就已經係即係喺個社會上高咧，已經久而不聞其聲音啊！啊，咁我唔知道阿 Sky 有咩睇法啦嚇、啊，交俾 Sky 先，跟住先到 A 君啦。好 ，Sky， 好興奮啦、啊！成班友仔而家喺入邊坐緊，終於都可以定案啦！真係開心。雖然我知道佢哋唔止呢一單嘢嘅，不過有人肯認罪咧。會不會咧再有啲篤灰咧？咁就更加好啦我覺得一定有嘅。你認罪得嚟咧，會將件案件咧順暢啲去審咧，或者多啲資料咧幫助呢件案件咧快啲可以成功入到罪咧。我相信對呢一位肯認罪嘅人士咧，都有少少嘅減刑嘅。我相信有嘅嚇。咁、我最希望其他認罪埋啦，甚至乎篤埋其他友啊更加好。咁咧。咁起碼你自己咧都做翻少啲陰德咯，我覺得呢個係我認為係啊，係噶。咁大家做少啲嘢啊嘛，其實都嚟講真，點解會咁耐咧？講真，而家咁多人又係要搜集資料，我相信咧今次咧應該冇乜甩漏嘅。同埋我今次見到嚟即係之前啊，好多判決咧都判得非常之合理啊！我認為係好多人話誒好重，好合理。我認為係我好希望咧呢一班人咧，亦都係好似。我哋之前見到嘅判案咁啦，都非常要非常合理，件件咧起碼咧都50个月以上，至少啊，我講細蟻嗰啲啊，仲要加埋呢啲35加呢啲咧，即係影響，即係國安法呢啲又係另外一條罪啦。咁即係呢班友仔咧，應該洗埋個攞油，應該都有排唔使見到佢嘅，應該就拜拜咁啊！嚇，好開心啊！香港又剩咗一堆垃圾喺曬入邊。咪咯，多日叫大家又話咩人生更精彩啲，又喺入邊喎，咁好精彩啦！而家佢哋，所以大家咧應該咧唔好再做呢咁嘅嘢啦，因為咧你嘅精彩人生咧將會咧就使你嘅 pat pat 咧就犯家產嘅，所以勸導一啲人唔好再犯啦，因為犯家產有排入啊！我就講到咁多啦，交翻俾大家。好啦好啦，嗱頭先阿 Sir 咧就話啊呢個嘅遺忘咧就係最大嘅懲罰，啱嘅。所以咧，佢未接受懲罰之前咧，我哋就唔能夠遺忘佢。我依家係要開你名啦，你吹啊！嗱，好啦，咁啊，頭先阿 Sir 咧就講到有批人認罪啦，唔認罪呢班我係開你名啦，唔認罪咧就減到16人啦。頭先阿 Sir 講咗有一件咧就係有調轉槍頭啦咁樣樣。好啦，嗱，咁啊10个咧就保釋嘅，咁10个保釋嘅包括咗咩係咩咧？一件咧就係前區議員，就咧鄭達雄啊、楊雪瑩啊。彭卓奇啊、何啟明啊、施德來啊、柯耀林啊、李宇信啊，好啦，仲有啦，前立法會議員呢、這個一嚿雲黃碧雲啦、啊、咩咩全啦、啊、陳志全啦、啊，同埋咧另外啊，仲有一件啊，大律師啊，咁就咧劉偉聰啊，大家記住啊，直至到佢哋被判刑先至諗下俾極刑佢哋遺忘佢哋，但係一日未坐。记住呢班友啊！好啦，仲有啊，6条咧唔肯认罪啊，依然还押嘅系边个咧？恭喜你啊，又系你啊，第一个要督你出嚟啊，你吹啊！6尺4，林卓廷啊，嗱，另外仲有一件啦、啊，长毛梁国雄啊，跟住啦，前嘅医管局员工阵线嗰个余大妈啊，余慧明啊，仲有啦、啊，呢个咧本土派嘅人渣啦、啊，咁就系咧周嘉诚啊，同埋咧。前立場墳場新聞啊，立場新聞記者何歸南啊，同埋咧民主派啊，自稱民主派嘅一個人品啦、啊，咁就係咧叫做咧吳正亨啊，係啊，唔識你啊，認唔到你個樣都噏你個名出嚟啊，你吹啊，唉，交翻俾大家。A 君講得好啊，咁我又即係學 A 君稍微開開名啦、啊。嗱，其實咧喺今日係幾時啊？係1月17号嘅時候。
咁應訊嘅有邊幾位咧？鄭達雄啦、楊雪瑩啦、係咪彭卓棋啦、何啟明啦、劉偉聰啦、黃碧雲啦、施德來啦、何桂南啦、陳志全啦、周嘉誠啦、林卓廷啦、梁國雄、林景南係咪？頭先講咗柯耀南啊、李宇信啊、余慧明啊、吳正亨咁樣呢啲人嘅。咁即係呢班人咧，其實都嚇、啊、大家好耐冇聽過佢嘅名噶啦。我惊大家唔记得咗，系咪 A 君啱唔啱啊？所以特登咧就再讲讲，冇错，系啊，再讲一讲。咁啊，大家会点样咧？咁因为好多人唔认罪，同埋呢一啲呢单案咧，系要47个人咧就一齐慢慢嚟嘅。我谂三年差唔多啦啩，嗬，系咪啊？三年到啊，咁跟住嘅时候可能出到嚟咧，就已经搞到佢哋咧就非常之烦恼啦。我谂都有少少不似人形嘅感觉噶，但系我最关心系边个咧？冇香港啲监房咁好，对佢哋好好嘅，绝对冇话啲咩黑肉断肠哥嗰啲嘅。冇，但系黑肉断肠哥嗰啲系英政府嘅时候噶嘛？我系话个心理压力。哇，好噶，又有工做啦，吓，又有工做啦，又有饭食啦，几好噶，同又即系好过平时嘅你嘅人生啊嘛，而家咪稳定咯，几好啊！咦，喺入边稳稳定定咪一世都几好啊！我记得，我记得杨岳桥讲嗰句说话噶，系咪啊？咪人生更精彩嘛！而家咪好鬼精彩，全部一齐精彩到爆！而家真系，你唉好开心，我哋觉得你漏咗两个字啊？边两个字啊？坐监系令人生令到人生更精彩。哦，坐监令到人生更精彩，呢个系经典嚟嘅，大家同唔同意啊？大家同意啊，梗系加一啦，系咪？呢个系罪证啊嘛，有案底啊，佢讲有案底系令到人生更精彩啊！呢、这个嗱，点解佢好精彩？突然间报翻呢单嘢咧，原来咧又有个原因噶 Sir， 系有咩原因啊？就系咧，其中有七条认罪嘅犯人，包括咗咩咧？就系、是、大家咧睇佢前面，真系后面细细个咧就已经做汉奸嘅一个咧，白痴风啊，黄之风啦、啊，同埋咧以啊前啊。立法會議員啊，鄭萬武啦、毛萬靜啦，仲有另外嗰只啊，范法圭啊、范國威啊，同埋咧前區議員袁家偉啦、馮達俊啦，呢啲唔識佢未開到佢嘅心朵啊，同埋咧前啊樹人大學啊學生會會長啊劉澤峰啊，以至咧就前啊職工盟主席啊吳敏儀啊咁啊呢幾條友咧就話啦，我哋咧已經橫押咗接近兩年噶啦，咁啊。所以咧就向咧法院度咧就申訴喎，上啊一月十號嘅時候申訴乜嘢咧？就驚住啊還押時間啊，仲多過咧終極啊判刑嘅時間喎、哦。因為咧其實有部分人咧就聲稱啊，我哋已經還押咗兩年零三個月啦，咁其實咧就等同啊五年嘅量刑起點啊，扣除假期啊，同埋行為良好嘅刑期。咁啊，如果啊判監啊少於五年啊，我哋嘅坐牌先唔好。佢哋就會坐突㗎啦，咁樣樣。你千祈唔好講我哋大佬，係我哋死佢哋就會坐突㗎啦。雖然頭先佢講嘅説話係第一身講嘅，就突然間醒一醒，佢哋啊唔關我事啊，我係睇住佢哋坐突㗎。不過你放心，你就點會係坐突呢？你以為你真係會判少於五年咩？瞓醒未啊？你坐几耐嘅？我咪喺度计翻条数，总之唔会俾你坐突咯，傻仔。系喎、哦，佢咁样讲出嚟啱喎，提醒咗啊。系喎、哦，我哋点会俾你坐突咧？所以咧，你咁讲啊啱晒啦，一定放心，一定多过，唔会嘅，放心好公道嘅，唔会坐突。你放心，系嘛？一定唔会坐突嘅。系啊。我哋同你计埋数啊，法官同你计埋数，咁啊点会坐突咧？系嘛，起码判你失碌啦，咁你仲有排坐，即系唔会坐突嘅。兜个圈叫人哋判佢重啲，系咯，即系咁聪明嘅人嘅一致以为啊，咁都有咁好笑嘅，真系我觉得，哎呀我坐突啦，咁啊判你唔好突咯，咁你唯有咁咯，冇计噶，你要求啊嘛，你要求噶嘛，你自己搵嚟衰嘅呢啲，真系好嘢，呢家人真系蠢到只猪咁。唉，佢系点会更加蠢？冇嘢讲，即系所以咧，年廿八咧讲起呢啲咁嘅垃圾咧，就系好兴奋嘅，猪咁高嘅真系垃圾。系咯，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即系希望咧，你哋又回头是岸啦，唔该。你谂下呢啲跟住佢啲人都蠢成咁样，你哋跟佢咪蠢上加蠢咯，系嘛？唉，真系希望咧，大家咧洗心革面啊，有啲唔好再出嚟搞事啦。真系真系会坐突
噶，唔会噶，唔会讲完。O、okay, K， 好，唔会噶，系啦。好嗱，咁其实嘅时候，我哋由引世史集啊，讲到呢一班友啦，讲到周卓华，讲到呢一单啦，系咪？咁其实我哋去睇到。香港的情况呢就等埋黎智英啦，咁到而家呢我哋都始终有一个邋遢呢，我哋仲未见到佢嘅情况係點樣嘅，咁呢一位就係之前去咗本督十六世嘅吓嗰个左乃係啊，返咗嚟喎，返咗嚟㗎喎，係啦，终于就可以早知嗰日我同你赌一赌先，我觉得佢会返嚟，係嗱，咁又唔使，讲笑啫，讲笑。阿陈点睇呢个？咁啊，终于翻嚟嘅，咁我就觉得都好嘅。咁翻嚟唔好留喺嗰边啦，留喺嗰边其实都冇乜意思啦，系咪啊？咁同埋最重要咧，就系翻嚟咧接受呢一个司法嘅审判。咁到时候咪知道有罪冇罪咯，系咪啊？咁亦都咧睇翻佢咧就啱过咗生日冇几耐吓，咁啊唔知点啦。咁91岁嘅生日啊，咁我哋咧就即系 A 君都讲啦，希望佢健健康康啦，系咪啊？咁啊，继续接受即系法律嘅审判，咁啊，当然最好嘅。咁系咪又要洗邋遢咧？咁大家自己谂啦。咁喺嗱，我哋再我完全想象到咧，喺啊梵蒂冈度咧发生咗一个教廷嘅事件啊。系有咩事件啊？又系啦。以下嘅内容咧，纯属虚构啊，如有雷同，实属不幸啊。咁就有个咧日军咧就揽住咧呢一个嘅教宗嘅脚啊，教宗啊，教宗，你收留我啦！如果唔系，我今次一定大步噶啦。跟住教宗咧就同佢讲话，你首先咧放低先。有嘢就平心靜氣講，你係驚俾人拉啊嘛？係啊係啊，你係覺得自己冤獄啊嘛？係啊係啊，咁你使咗嗰幾千萬去咗邊啊？我話答唔出喎，咁樣樣。咁啊，你知唔知道我哋中凡咧係會開始有偈傾噶？係啊係啊，咁你依家仲過嚟係咪想陀衰我啊？嗱。你依家咧，成个梵蒂冈都系我嘅线眼，你匿去边度咧都冇得匿噶啦。嗱，你要我帮你嘛，我已经帮咗你噶啦。机票喺度，自己搭机飞机翻嚟香岛啦。以下就讲完啦。系咪咁样咧？大家各自谂下啦吓。仲有另一句我想讲咧，至于咧你咧系承受法律制裁之后咧，仲要上帝嘅审判喎。呢样嘢紧要啊！你有冇做过？上帝会审判你噶啦，不过上完去之后会唔会再你喺天堂？一定会啊，可能随日嘣一声扔翻你落地狱，咁你自己谂啦。最紧要系咩啊？唔好连累我哋。阿教宗话唔好连累我哋。嗱，其实点解我会讲呢一间嘢？之前咧，我就会觉得佢会翻嚟咧。嗱，以透露少少啦吓，嗱，大家见到佢嘅保释条件啦，系嘛？其实好多保释条件嘅，除咗钱啊，当然系。是他才能拿得出，但人事担保这件事很重要，如果我们现在的新的司机都有人事担保他的话，他不回来真的很大件事，影响了整个天主教廷，所以你揽住教宗的脚都没用，你回来了，所以我不怕他不回来，因为你真的累街坊，会累得很大件事，嗰班担保你嘅人士咧，都俾你累死嘅，所以咧，我起码我搵人陪你去嗰度，搵人照应埋你翻嚟，梗系啦，仲乜要累埋我哋啊？我哋正当人家噶嘛，点会同你同流合污啊？不过你系话要出席，又话要揽下，又话要喊下，咪俾你忏悔下咯，但系一定要翻嚟咯，系啊，我哋绝对冇放你走呢个意图，冇啊吓，记得大家系唔会嘅。香港不会做这些这样的事的，不过是有这么多人愿意身家性命财产这样去赌他给他，那就一定要送他回来护送他嘛，假如他老了嘛，他坐轮椅上两机当然要人陪同的嘛，最好就是陪同他关咯，是那他探望黎智英的时候健步如飞的，但是又想住教宗嗰时候又撑住个拐杖好鬼惨咁啊嘛，所以话出啲底下同佢讲几句，咁啊系，哎呀我好惨噶，你睇我91岁啊，点啊点啊，咁啊点啫，
咪要翻嚟咯，審判呢度，跟住上帝再審判你，唔係點啊？係咁噶啦，做咗呢啲事，所以咪大家咪拭目以待啊！我又係咁講，最中意講呢句，拭目以待。嗯，有咁叻嘅，大家自己睇。阿 Sir， 阿 Sir 都交翻俾你，阿 Sir 交翻俾我，我梗係繼續帶落去啦。大佬，你咁樣講法，我啊真係冇得睇啊！大佬，係咪先？嗱，其實咧，我哋跟住要講咧，就係嗰個核酸檢測啦。咁大家知道，我今日咧就做咗核酸檢測嘅，啊，咁啊用咗兩個半鐘頭時間，咁啊終於搞掂咗，個時間真係非常之長。咁我哋睇到咧，嗱，最近有啲報道就話，喂，核酸檢測咧就可能喺過年呢段時間裡面咧就會停止嘅。咁我都希望停止，係嘛？即係大家見到而家就喺1月18號，即係播出啊，1月19號。播出的这一日呢，就三岁或者以下的幼童就不需要做核酸检测的了。那这个是开心的。那而且呢，口罩令呢也有传闻呢，在三月到四月这段时间呢就会取消。那我当然是希望啦。那我们就最重要呢，就是现在整个核酸检测呢可以见到即是政府的一些弊端。那刚才我在冯Sir的节目里面就跟大家讲了，在这里就不赘述了。那但是呢，對於整個通關嚟講咧，我就期望咧特區政府係真係可以喺春節假期期間咧就同內地配合，因為內地咧就停止驗核酸嘅。咁所以嘅時候，我都希望咧特區政府同中央傾一傾，或者同廣東省傾一傾，可唔可以咧我哋就唔需要檢驗核酸，就可以咧即係南下北上啦。咁呢個最重要嘅。咁我唔知 A 君有咩睇法啦。咁呢個我自己個人少少嘅願望。咁啊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系 A 君点睇啊？嗱，咁咧就验唔验核酸咧，咁就呢个就再多科学决定啦。咁啊，不过咧就有一样嘢咧就都要 remind 下咧，就由于内地假期咧就同香岛有啲唔同，咁啊，所以咧佢哋内地咧就有唔少地方咧初八咧唔知启示仲系休紧息添，咁啊变咗咧啊应该初八未启示添。系啊，咁就变咗咧，就嗰几日就放到初六、初五年初六啦，放到初六、初七，系啦，系啊，差唔多呢个时间，嗯，系啦，所以初八即系日啊嘛，吓，初八即系日啊嘛，嗯，冇错，咁啊，所以咧就有嗰阵咧就香岛已经系假期完咗啦，大家都知道初四啦，到咗有得放，初五、初六就要翻工啦，咁啊，所以咧就如果系赶住落翻嚟嘅朋友们咧，就有机会咧内地假期紧咧就比较彷徨要找地方去做核酸的，尤其是咧香島咧有啲記者們啊，嗱呢啲真係做採訪記者啊，要 remind 香島人咧，就呢個都要俾啲 credit 佢哋。咁就咧都試過跟隨住網上嘅資料啦，咁啊打電話去問啦，咁啊有啲就都講話初八咧就已經係唔開噶啦，有啲就話我哋就知道咧依家就開到星期幾咁樣，但係農曆年過後咧，我哋都未定嘅咁樣，咁所以咧就變咗要喺內地嗰度咧，突然間假設你唔係太過熟路嘅話咧，根據網上咧都可能會有啲 confuse 去揾核酸嘅位，咁啊，所以咧呢個都要有關方面咧就考慮一下嗰個嘅做法，咁啊會唔會配合到，咁就去俾到啲港人嘅方便啲落翻嚟咧，咁樣咁就呢個都希望可以做到啦。嗯，这个绝对啦。好 ,Sky, 你总结一下先。我就很有信心会做到，因为我看到是有议员提出呢，政府呢也接纳了他们的提议的，那会积极去考虑呢，还有去继续大家去洽谈，看看可不可以做到这件事。我相信做到的，因为只要有人提出，我觉得政府呢是应该呢以有市民的方便呢 为一个最重要所做的事，利民啦。我覺得，所以既然政府想做一些利民措施，或者送個大禮或者俾大家市民的話，最好就是方便大家市民，不需要做這件事，配合埋國家的政策，我認為路路暢通就更加是吉祥，係嘛？大家亦都開心的，所以我哋最後我哋希望在呢個簽號裏邊祝大家身體健康之餘，路路暢通，希望政府快啲應市民所急，我哋即大家一齊路路暢通咁，咁就開心啦！大家好似報交通咁啊！你講到係啊，係啊，冇辦法，咁啊，大家都希望係咁樣啫嘛。最緊要大家就係開心，唔好變壞就係咁，大家咪開心咯，唔使就去做核酸。咁大家咪過個好年，跟住又開
喺一个新一年啊，开个好年咯，系嘛？呢样嘢我最期望嘅。好嗱，呢、這个绝对系噶吓。A 君有冇嘢补充？冇补充，我哋就今日节目时间就到呢度啦。差唔多啦 ，overrun 咁滞啦 ，Sir。系啊 ，overrun 啦，我哋咁我哋因为开心啊嘛，我哋系啦，唔好去到年廿九，虽然而家已经指时过后啊，咁我亦都希望祝大家就生活愉快啦，身体健康。好，今日时间到呢度为止。咁啊，希望大家订阅大卫 Sir 同埋港理台嘅频道。咁仲有坚尼网出版啦。咁希望大家攞翻本翻嚟睇一睇，今次咧就係講黃百鳴同埋講社區嘅我哋嘅空中鐵路咧，可能會有呢一個情況出現喎。咁大家睇睇啦 ，OK， 好，拜拜咁多位，拜拜，好，拜拜，拜拜。